小强，小强，好啦，我叫你当我叫，本地就贵啊。其实我嘛讲叫贵啊，吼，系啊，我讲叫贵啊。我想哦，过年时候恁食一下鸡卡，啊鸡卡，来你甲迄个来马岛过去。你甲迄个海螺啊，起起啊，海螺，迄剩几？你甲迄个啥物啊？迄个草的内底细胞起起。来，有人要食毛肚无？300、500、200了。来两包，一包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600了。哎，200来一个哦。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600。这边有多好吃啊？好吃啊！200、500、600、600。有没毛肚无？毛肚。看无好。OK。啊，你要用完了。哎，您看，咱们要100块的无？100块。100。来，要不你抄的嘛，别个我袂看嘛，要嘛100，咱们吃啊。拢有啊，好啦，我来画一寡无同款给你，不同时也无机会介绍。来，麻烦大家看一下哦。来，一个给我看。这啥物有人知吗？这是马来西亚的哈，马来西亚啊，这品质是安尼啊。马来西亚炒的六皮的，我跟你讲哦，板刀阁袂用甲正好，我敢大声跟你讲，板刀阁袂用甲正好个，吼、哦，来，你若要食上 Q 上脆迄落炒的，你买这种嘞，啊、哦，唔免啦，你加3000，加2000免啦，来先加钱的来，1000给我了，来签咯。有人要食迄个草虾六皮的无？草虾一千啊！每只阿个品质就是拢安尼，每一盒，吼、哦，每只我掏3无恁看，吼、哦，来1000块你4000我了，好，1000有人要食炒的无？一千咯。我来讲一项，加淡薄东西，你卖考虑啊这。这炒的是这么好的东西，来，我来讲哦，来，我全部照着啦，好不好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只要过来啦，来，你白的给我给，我招四个人给我出手就好啦，好不好？1000块有啊，1000块有啊，1000块有啊，1000咯，您注意听啊，您注意听啊。我再给他处理。对啦，等下给他杀水，你放心吧。我来给你摸鱼，吃顶过来洗洗的。我来给你摸鱼，吃过来洗洗。来，这什么恁知无？这叫活动白虾。活动白虾恁知吼？来，全部听我讲话。今仔日你只要来加搞买1000块的人家，我来讲，我只要活动白虾卖袂头前。我只要搁送你，我只要搁你。啊、哦，3、3、6匹马来西亚草虾，你来搞买1000个人家，我还讲，我讲加一个送，大家吃欢喜，吃咩啊吃好爽。最后搁一个1000块，我来1000块，攞下去看。1000咯。来个来咩啊？1000块，直接收起来。来，该攞下去。来，收起来。我袂讲走来走去。最后搁两个1000上面也没有。来，1000咯。1000块。1000啊。1000咯。这边搁考虑阿爸，姐，这边搁考虑阿爸，1000块的人家要留言嘞。阿姐。你买一份倒去，我遐也袂你失望。一只，一只，一只，阿咪一阿无一只，袂 Q 袂切袂甜，你叫你起来，你甲剩的拢起来用我。1000，你相信我一下。1000咯。拢有啊吼，谢谢啊。好，你帮我收。来，好来一个钱我你收。来啊，你买食这无？炒的一定啊，系你皮咧拢下底哦。只，炒的一定啊，系皮拢下好啊，莫遐老啊，加人加看。第二石膏缸内底敢无位？石膏缸去处理一下。这包鸡干贝好食，这包鸡比干贝好食。涨起来来搞买2000块，这买2000块。来，你有看到这啥物哦？这没有壳啊，这叫节孔贝，这无搞，这个炒好就这基本料，你海产哪里用？这刚才一份炒起来300，这包炒起来凊彩超过1500，唔免叫你开1500，1800拢做唔免，我存4包尔，一个人买1公斤当去炒，新价钱500了。来500，你甲炒奶油嘛，做好食，炒奶油啊。来500，老尾来500块了，500块。500。节孔贝肉拢无够啊！注意听啊，这一包500就够俗的了。这叫恁家己炒嘞。一包1公斤啊，互你炒500，一半炒100尔。你听好啊，我一包卖袂。两个人家我嘛无啊，新价钱你买着你客当来。500块了，来500块了。老尾就节孔贝肉啊。500。有老尾就好的无？500块了。500。哎，好啊，哎，袂甘要退兵啊。500够买来无？500。拢有啊！来，我来讲，你无买，你买一包当去炒看卖，200块了。200块。你毋捌买过，你食看卖，200块，200有啥物钱钱无？200块。节孔贝肉，200块了，200有几块？来，谢谢，来，看到钱。来好，啊，过来买啥？来迄、那个，来你甲迄个客起来好无？你甲迄个小红糖，你把迄箱客啊，鸡腿啊，做啥物啊？客起来。
啊，拄仔上一个我要增加水，这支哦，干杯。这支是嫩煎鸡腿，大支的拢无骨头，这支当用煎的，这大支无骨的哦，这大支。哎，陪你弄南边啊，你知影？南边吃的人家唔免让你开一千、开八百、开五百，先给钱的三百咯。OK 啊，来你好，全部上车，经理你也上车。速度好出来啊！来三百了。三百，钱。来，南边来无三百块。三百。来三百块了。拿钱。阿志话讲哦，这只大鸡的鸡腿无骨头的，我一支过送你啊，一支过你啊，一支过来。一支过来啊，先给钱，我一支过你啊，我嘛无啊，一支过你啊，来啊。拿钱。一支过来。三百。一支过来啊，老鸡过来。几个？给你。搁一个好不好？搁一个好不好？三百。我来讲哦。我这几支中的啦，啊，这拢只大支拢无过来，来，我搁加一支给你啊，全部都烧死的，唔免五百啊，三百来，懂吗？三百，来，搁来买下无三百。三百。下晡过，再搁一个，下晡过。加。三百哦。来三百，搁有要吃无？来啊，对啊。三百搁有要吃鸡腿的无？拢有啊，吼，都有了啊。来，谢谢，来。好啊，搁来买下啥物？要点菜了吗？要检查你就讲哦，大行嘛有。来，我也想我要卖你什么？来，到来要食土腿鱼无？来，七块去啊，你莫。来，七块去去。你若要一个食一个汤汤咧咧，遐甲我讲啊。啊无，咱是卖起鸡腿好无？哎呀，咱是卖鸡腿好无？来，五斤的煮啊！我是卖一支，阮最近卖了上好的鸡腿给恁吃。一支啊，牛排有足济，你要牛排啊？来，牛排先卖好啊，是牛排先卖好，人家店的先卖好。来牛排，你要大地啊，小地拢有。大地多少钱安尼啊？哈？两百个啊！来加迄个大鸡一只，你个边？加了。你还佫有三地去个？四地啊？你无甲处理完本啊？来，要食这块牛排，你挑好。这十个不管你要煎、要烘，拢做好起来，先加钱的。来，我叫你看。来，你打开个，用其他地个。同学，他这是你后边的，唔免客气，无是你后边的。来，注意听，有人要食这块牛排无？这有水无？恁家己讲，油好有水无？这大块够的，要食来一千五块的。来，一千啊！大哥，要来一千。来，一千啊！有人要食这大块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。这啦，这块够你啊！一千块要食，一千块。头条一个啊！油好你拢看有诶啦。哦，这块过来，这块过来，这块过来，我来讲，我咧卖你一千个免考虑啊，这块过上去啊，一千来啊，一千块，一千啊，来多少块？一千。啊，这话恁讲吼，我搁招恁现场一个人给我买落去啦，好不好？一千啊，一千啊，这只搞够好食，这块啦，这块过来啊，这块过来啊，真诶啦，免考虑啦，这块过来，一千啊，多少？一千块，够买来无？一千啊，这叫连大牛排啊，一千块买起来无？一千二要吃吗？一千啊！一千块，老妹吃无？一千，一个肉一个，帮我吃一个。有啊啦吼！恁家老妹变较少无嘛？无要紧嘞，吃袂了会当我讲一下呢。吃不完可以说呢。来，拖过来，紧嘞。你收收，哎，好好用。这个家老妹变较少的无？来，头几个一千啊！一千啊！我这边六百。哦。六百，你来，来，你有吃袂了？六百，我见啦，小家庭的啦。六百，你吃袂了，买六百。够买小家，哎，算了，够两买小家庭的无？哎，头前啊，这啊，我这边啊，够两买小家庭的无？六百，六百啊，两块收八九，哇，两块收八贵啊。这干杯吗？干杯啊。大家，你无你来陪我无？好，哎呀，头前，你无吃无好啊？全部资料甲我讲嘛，六百拢有啊，六百啊，电脑六百吼，你来讲，干杯啊，你来讲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四百点点下哦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干杯，第一种诶，四百点点下哦，干杯，我来喝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你冰绝了，没有了，再讲把去内容好吧，好吧，想包好啊。小红包买来啊！我你要叫我喝啥？靠！要叫我干杯！帅哥何勇好啊啦！你来喝点何勇好啊！干杯啦！你啥物食干杯啊？来，头前啊！下骹会搬，该搬，该搬搬啊！你看，来，好啦！这干杯水哦，这大粒个甜啊，这干杯大粒个甜。来，搞你个当过，好，你看你来我后边了，搞你去啊顺者，去啊去啊顺者。来，这干杯大粒个甜，这真正就好食。
你要食干贝，人家唔免让你开3000，开2000，一个人买就1000块外了，左边。谢谢啊，感谢感谢你，谢谢。来切啊！干贝上面就有1000。这大坑够甜啊，这当然用切的啊。煎啊，差不多要熟的时候，你该用一碗奶油来，我操。1000啊！你莫你来我后边了，好不？你把我家遐悄悄的就麻烦些，这样切过去。切啊！今天我的量会唔知有机会表现大。今天我的法国龙虾唔知有机会提起来表现一下无？我跟你讲，今天这小哥没有了。今天我这包卖卖了，好不好？您注意听啊，金龙3456啊，一个台下去。切的，你过一边，我过一边，你免烦恼，你过一边好啊。对啦，你过遐就好，你莫过我这边，我家来就好。切啦！1234567，高的龙虾。我甲交代好啊，无紧啦，你看我车就好啊。手机啊，也 OK。手机啊，你也过。我来讲啊，十个价钱啊。来，你先下来就好，莫急嘛，莫急嘛，顺顺路行，莫急嘛。我来讲哦，今仔你也要食干贝人客啊，我甲你花1000块啊，这大粒啊，搁甜啊，我一包给你啦，一包过来。来切啦！一包过来啊。我安尼卖你1000，你就莫考虑啊啦，好不好？煎看卖，食看卖，听好啊。我一包过你，我拢吼无甲恁起价啦，讲真诶，我拢无甲恁起价人家，我一包过来。多一车啊！我一包过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人家，你甲千块嘛，即种我甲卖遐侪年啊，真正甜诶，无人家嫌过。今仔日你来甲我买1000块诶人家，你听好，大坑都甜啊，新价钱今仔日了，我一包过你啦。OK。我甲你讲啊，四个价钱你免考虑啊，1000块都1000块。来切啦！有人要食干贝无？1000块。来，攞下去吧。来一千。